云林县仑背乡有一对30多岁李先生，伊万岁就改好老文物，特别同意留下来。在伊摆个机会下，伊就决定要来开古玩店。伊讲每间老文物的石碑面就有一段故事，要开店就系爱享受伊人的生命，同也着老文物潜到韩国地洞保存的素材。随着无够唱片的入伍响起，当年千枪阵骨不心难退，又过修书又过抢粉，乃除了唱片之外，店内嘛收集真多古早文物，如早期的碉堡、砖、瓷柜等，数量就上万件。当年上车较早的神话，大部分人哦，新的物件啦吼，啊，你个真正你个想念吼，我对你个古早物件吼，拢袂个留起。啊，所以我感觉也后摆吼，过来个店吼，迄个拢背吼，哦，真少见吼，真好个一个文化吼，一景点。原本系咧做体贴面面个李先生，如今变咧朋友个介绍下，收拾不加系求面轻个面面，认为个出色汉是真加入收集古早文物，是伫武汉人个支持下，伫仑背乡开第一间古早文物店。古物这个东西，在大家的眼光，也许它是一码不值，但是在我们的眼光，它是发光发亮的，它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藏的一个物件。那越玩就越有趣，那就是一条不归路。骨处底咱做一条啦吼，啊骨就上哦，鱼头骨骨皮米面，啊骨上你皮晒日日头过不啦就面卖，啊都说出翻译讲我就做不改，啊就上哦改图案哦，你要晒完。李先生讲，土鸡个尸体拢是骨台表的物件，哪会得着物件？要随出时间，对人因的神话内底慢慢消失，哪会别人个家己着物件，好好保存落来，是别人个变作属于因做铺的灰烬。骨块骨做文物店的坟地，是个人寿不命，真贵处，看看新闻的评论，分量不妥。